现在有实价登录，就有一个价格可以参考啊，就至少说看房子会有个比较这样子。如果说它是很正确的去登录的话，应该是会比较安心一点的。预售屋实价登录 2.0 让房价更透明，却有网友提出 2.0 上路后预售屋买卖都不太能议价，看了好几家都是相同状况。因为代销说实价登录是回报给建商的底价，但有代销人员提出现在预售的成交价差不多是开价的95折，不过建商不同，情况也不一样。以前没有实价登录的时候都是乱杀一通，那不管是7折、8折或9折，甚至跟你讲说不热价，然后就造成有些消费者对于房价就买贵了。那现在有实价登录之后呢，其实很多消费者都会去查说啊，那就是一样是8折或是85折之类的。过去建商常见的招数之一，利用预售建案改名不需申报的手法哄抬价格。假设改名之前的售价1坪40万，改名之后1坪60万，造成消费者不知道原来他们互为同一建案，傻傻买贵了20万。但现在2.0上路，资讯一律得注明清楚。实价登录要确实，如果很多是虚报的话，就没有那种参考的依据了。可能把停车位的这个价格上面拉得比较高哦，然后让他所谓的其他的这个持有的空间上面的价格，那民众其实就是去观察所谓的总价哦。预售屋可参考实价登录，但中古屋情况不同，屋况、屋主心态都有影响，未必有确切价格可以参考，多打听多比较，避免吃亏。三立新闻蔡。